啊，紫欣呢？紫欣是演很多的，对不对？也演了好几档八点档，八点档啊，最有印象的八点档。啊？最有印象，你唱你了，还用喇叭这么大声？出卖了，不是啊？掌声演的话，那个火星火星。听讲吼，这明星花露水啊，那是坑露骨，就会露胖；啊，我那皮露骨，敢那人腿变较水呢？唔知是真啊假？我来试看卖哦。稍等一下，为什么会变另外一个人呢？而且佫愈来愈水，以前安尼歹滋滋，一只敢那沙坡的。对呀、啊。我跟你讲啦，我看以前的露露已经袂爽足久啊啦。哦。阮家有足侪桶汽油佮番仔火，我若袂爽的时阵，我就想要送以前的露露一桶汽油佮一支番仔火，而且佮送伊一粒。蛋糕啦！我咧等你去死啦！恁祖妈妈已经看你未爽真久啊！我拄只用花露水，是要试探你的态度。想袂到讲啊，你甲心内话全拢压压出来啊！等啊喊等啦，我甲你讲啦，今仔日有足侪经典的八点钟演员伫遮，我看你嘛嚣摆无偌久啦。阿高啦，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卖淡遐哦，坐伫碰伊个，敢讲面咧看电视啦，手机啊去揢揢出来啦，大热门啦，送你汽油甲欢乐会，各位送你啥？现金啦，手机啊揢出来啦，您都真像，我今日欢迎今日的国足的参赛者。戏里面演夫妻哦，哎呦，演一对，然后呢，就是他在外面一直偷吃，然后呢，就是而且他偷吃的人都有床戏，但我们两个没有床戏，没有火花，所以主要的 bonus 不是跟你演夫妻，是外面一直偷吃，但是偷吃，因为他偷吃的人家里长这种，我一定要出去外面偷吃啊。但是话，我跟你讲哦，那甜甜就最恨人家偷吃，真的没有找他，不是重点是天冷，但是 B 哥才知道帅哥会偷吃，长得不好看。也会偷吃。男人只有两种，一种是会偷吃的，另外一种是偷吃没有被抓到。是这样吗？哎，陈明是两个欢迎欢迎，是有没有？必须甜，对对，美丽娇娇女。哎哎，千文跟那个是不是也好和谐哦？美味，跟美，你们两个演的是天之娇女跟美丽人生，也是蛮热门的八点档。对对，两位的关系是，我们其实在戏里面没有搭到，刚好是不同的戏。对，所以等于是为了我们节目今天来节目的应答了，应酬应该是很和谐的。我们认识很久了，是认识很久的朋友，只是都没有搭，没有哦。好，欢迎三八七，三八七，三八七啊！曼圈第一次演的，对我跟第一次八点，第一次八点档上一档三立 ，OK， 你看哈，顺顺利利，还在努力中，恭喜两位三八七，好帅哦！你们两位一起演什么戏啊？哦，第一档的时候我是演她的婆婆，你演婆婆，我演婆婆，会不会太委屈你啊？太夸张了吧？那是我第一次演八点档，可是很好玩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就是我从少女一直演到老，哇！我从第一代演到第二代，所以后面才有机会可以演到她的婆婆这样。婆婆对，演到婆婆，刚没演完吗？啊，紫欣呢？紫欣是演很多的，对不对？也演了好几档八点档，八点档啊，最有印象的八点档。最有印象，你唱你了，还用喇叭这么大声？出卖了，不是啊，掌声演的话，那个火星讲的那么清楚，我知道。最有印象的那应该可能是《多情城市》吧？嗯，多情，因为一直都在你在演里面演什么？我都是演傻白甜啊，那种情路比较坎坷的那种，这是很有正向，这是另类的称赞自己嘛？对，很甜，没有角色，傻白甜，傻白甜，像我们高富帅，是什么？你们本色。演出哟，会唱一起唱，这跟我们关系很大。终于
又不是歌手，对呀，对，歌手出来，我们两个都是歌手，后来也开始演戏，是，对，我们都是那个明日之星出道的，对，歌唱比赛，广植福田呐，不一定在歌唱上面找到路，嗯，好不好？